家庭整顿教育大会现在开始，由马天行先向妈妈反省。妈，时至今日，都是我咎由自取。学业的平顺，造就了我狂妄自大、骄傲蛮横的脾气。妈，你怎么知道？这些话，我的学生用过了好多遍了。今天晚间10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像花儿一样全台首播。